好，加油！来，我们这次的话呢，在用回之前，哎，在哪里？双脚望月，乱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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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是习惯叫它双脚望月啦，不过好像有的资料是说它叫做望月双脚。那我因为除了这个主角跟麦以外，以前最常用的就是它了，因为它有很多好玩的招式。那只是说有一个招式就是会有火这样子转一圈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都转不出来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因为大招，哇，有出来，不错不错。那我前几次打的都不大好，这次看看我们来把它打破台，这样。哦，那么凶啊！再打我一下，有了！哇，超大招出来，可惜被他挡住了。啊，打不下去了。我还记得之前打过几次，还有人留言，那时候我留言没关，还有人说我要练一些连续技啊。我那时候是不是有跟大家讲我没有要练连续技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们那时候的人会觉得连续技那种按钮组合是另外一类，就是后来铁拳类的才比较是那种按钮连续的组合。啊，不过算了，不要练，啰里吧嗦一大堆，自己学艺不精就是了。哎，怎么没转出来？见鬼了！哇，哎，我以为说他这样子往后转就整个挡掉，结果后来还是中了。哎呦 ，SS 呢？不赖不赖。很好玩的。哎，有中哦！我还想说他这个招式好像都没什么用，不大会中的样子。哦，哇，打掉！我的 perfect 说可以打掉，好了，也可以的，没办法。哎呦，又 SS 哎，哇，好厉害哦！那我如果大招有出来，大大招有出来，不就有三个 S？ 哎，泰瑞那么厉害啊！哇，黑莉也太厉害了吧！哎，我刚刚打他又变成我自己跑过去，来哟！哎，哦，他如果不动就不会中了，就他一动竟然中，中了！刚刚那就是潜在能力，超超大招。那我以前觉得他这个会有一个奇怪的。哦吼吼！这种东西出来帮他打，看起来很有趣。哇 ，Kelly 都很捧场呢。喂，不要弄个电而已，又不是要干嘛，还出不来。妈，拍血，他已经没血，挡不住了。加油加油！之前几次打是比较不敢抢攻。因为刚从那个，哎 ，How you can 快打旋风那个比较要慢慢的打，然后看怎么攻击，这个可以比较很猛的一直攻击那种感觉。哇、哦哦哦！哎，太早打了，我没出来。对啊，像刚刚有没有他那个掉下去，然后我追打。像这样，你看都没中，就是那个样子好看而已。来哟、哦，他刚好跳上去又打到，加油！他这个看起来是不知道怎么念 ，Sokaku， 可是他赢了，听他念好像只有听到 So 而已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我那么刚好。看到没有，他这个常常不大会中。
看不出来我有出出大招，可是那个能量条不是说时间到自己停，是没有停掉，就是能量条用掉了。它的那个像刚那个有没有这样往前，好像有一个符咒，那个就是可以把飞行武器打回去、弹回去。不过那个好像有的两招很像，我是说转的方向很像，很容易搞错。哦吼吼，是不是可以？对不对？如果他刚那个就把它弹回去。哪有那么刚好？只中一下，去。加油！他有那么瞬间移动那个时间掌握那么好的，哇，厉害厉害！他刚好想跳还是干嘛的？哎呦，不是我把他打掉。来，哇，那个大招是他因为离很近所以没打到，是不是？还有这种事的，太夸张了。那个大招有转出来，结果竟然，哎，加油加油啊！啊，掉下去。对啊，他那个看起来是 Shokaku。 我以前当然日文五十音会念啊，只是后来学他的那个音高以后，发现自己不变成不大敢念。哦，他刚要出一个大招了，炒米粉，真可怕。有没有听他好像只念 Shok， 他不是 Shokaku。 好，没关系，可能我们英文日文不好，听不清楚。有会对到自己啊！加油！哦吼吼，差一点点。刚还错假动作。哇！出来了！我刚说的就是那个，奇怪，就是我一直研究都研究不出来，还是自己乱转，不知道刚刚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竟然要跑出来！像我这样也算连续进啊？不知道，大概吧。怎么突然顿慢慢的，傻傻的，哦，啊，没办法逼下去了，哇，已经没血了，挡不住了，加油！哇，对自己，猜错，那么爱躲啊，躲到另外一线去，我的大招就这样被他打掉，没有打掉，被他躲掉，伤脑筋。都是一样，跟上一关一样。我
很哦，厉害厉害！因为这个摔人的时候摇杆要转一圈，所以我不常用这一招。哇！我要出大招就直接被他挡下来，不知道大家有看出来吗？哇！跟自己打也是蛮可怕的，不过还不错，刚刚这个潜在能力超超大招有出来，而且还有中。他那一招出来的气功太慢。哦，他刚刚看起来有挡的样子，突然没挡，还是因为要攻击。这样，哦，刚好中他这个。球只出来这个而已，这样直接连打，这样比摔的那个伤害还大。因为他这个不管按 A 按 C， 啊，不过其实基本的组合技就是这样的，但是他的话按 C 那个重拳重攻击的比较会，就是会有一个特殊连打，然后再配其他。刚刚有一个最后好像给他垫一下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来。哎，那么厉害！然后从空中下来也会打不少下，所以也还不错用。我的大招不要打掉了，看得出来吗？他好厉害，可能是因为到最后遇到了，就大招出来，他要么就挡掉闪过，啊，才 C 而已，好逊，加油啊，不能这样啊！哦，哦，终于有了，他的脚踢起来，有打到。那我就说啊，人家倒的时候连续追加的这招好像没什么用，打不大到人的样子。再一次，哇！哎，有这么难出来吗？怎么那么逊？哦，有了，呵呵，可是他也没中，哎。哎，刚刚是手有什么问题？就有时候转摇杆就是这样的，转一转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，怎么回事又转不出来。好了，这样。哇，那么厉害啊！吼吼吼！哎、欸，还不错，有出来，虽然没中，但是也不错了。哎、欸，我这样出这种大招，那他如果打过来，不知道会怎样哈、哦？哎、欸，我会被打到，太不公平了。我是大招呢，被他的随便招就这样打掉，还没干掉。哎、欸，他要掉下去哎，啊！哈哈，哎，刚刚差一点点是我哎。真可怕，而且他什么时候被打倒了我都没注意到，是那个大招的时候吗？还是什么时候？哇，又跟刚刚一样，大招被人家扒好玩的。
对啊，我不是要出这个，我是要出那个闪电一排过去的那个。哎呀，伤脑筋。哎，刚刚大招出来了，所以我那个能量条突然就没了。哎！好了，哈哈！啊，伤脑筋，只差一点点而已吧。哦。好了，死了就是死了啦，没有那个差一点点就了事了。刚刚他那个是在等着防御，哦，哇，被掐脖子，太可怕了，原地用也没用，乱猜还想说他是不是会跳过来，来哟，他很喜欢闪到另外一条去，另外一档，哇，紧张紧张，加油加油，喂。我以为他已经跳起来了，哇，他还会这样甩棍子，恐怖，哦，哇，好厉害啊，哇，竟然会这样中大招，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。哎，这么捧场，还特别走过来中招，哦，哇，还好只是一般招，不然我刚刚就死一次。哇，恐怖恐怖！他那个棍子会伸长啊，会变三节棍，然后呢，却又会转大招，实在是很可怕。被他打掉。哎，通常他刚那样下来，我防住了以后。哎呀，伤脑筋啊！哎，啊！哎，太紧张了！啊，恐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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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赢得很狼狈。好了，加油了！噔噔，好，来吧。没有，摔得那么准哦！啊，不是吧？我的大招出来了，不知道大家看得出来吗？然后给你打了，好了，有了，来吧，尾败尾败，虽然不是大大招，大招也很帅。啊，记得之前不知道也是二郎还是 KOF 的，他有那个大招是会把那个他那个绳会把他摔出去的，那个攻击范围就会大很多。你看，这种几乎都打不到，实在是。哎，刚也是要出大招，又被他打掉，很厉害呢。喂，哎，我刚的大招怎么回事？他刚是怎么闪掉的？然后又出来那个
什么燕窝卷还是什么会转的那个火的，哎，一直要查那个怎么转，转不出来，就这是转了两次。哎呦，帽子拿掉露出来了。哎，其实他有一个鹤的招式，好像是吓人的，帽子会举起来，脸会露出来一下。然后之前是有过那种过关以后的搞笑画面，是指他是有他那个什么帽子拿起来，就里面是一个外星人的长相。那个是恶搞的啦，这个是不知道，认真严肃的修行者。后面那两个人应该跟故事无关吧，就是路人而已，不是？啊，回来了，是不是？还是又要下山了？还是回来了？中间那个小和尚小沙弥是有鞠躬还是没鞠躬看不出来。哎，这是刚那个小沙弥吗？不知道，有一些神秘的法术还是幻术，那么厉害，可以操纵水。我这水看起来太满了一点。好，哇，对啊，都是 S fighter 而已。我不过这个不错 ，SS 啊，才两个啊，我以为很多根呢。不过 S 有五个也算很厉害了啊、哦，不过 S 也有五个，实在是很贱。好啦，还是一样啊，玩玩 game 就是空虚啊，空虚啊，等到下一次再填满空虚啊，下次再来喽。